老师，要不下午找个别的老师替您一下，您歇歇。你这样连轴转，谁也受不了啊！哎呀，习惯了。我知道那些人都是慕名而来找您的，但是你也看不过来啊！你这周都已经加了三天门诊 ，CT 结果是今天出吧？啊，是，护工刚刚取回来。哦，对了，小薇跟我说，熊顿家属找您，好像着急要检查结果。啊。刘阿姨，我翻遍了货架，真的没有那种百分之百纯棉的了，现在都是这种复合材质的，你看，一点都不扎身子，是不是？挺好，挺好。对呀、啊，嗯，那我先走了。谢谢姐啊，快来啊！找我？我忙着代购呢，我没找你、啊。小薇说你找我，那可能搞错了，你忙吧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妈让我把片子拿给你看看。片子呢？在抗癌小组。我一会儿去拿。你干什么去啊？吃饭去。那我拿完片子到办公室等你吧。我跟你一起去看片子吧。那不是耽误你吃饭了吗？片子丢了还要到放射科吊档打印红片，更耽误我时间。不会丢。不沉吗？不算沉。找个地方放下。护士长，我这些东西先放在你这儿。给我搞丢了，行，放心。哎，看看，在这儿呢，我就说没丢吧。病灶小了一半呢，说明化疗效果显著啊。用我们人类听得懂的语言翻译一下就是，我好了。准确的说是在迅速好转中。你的恢复速度很惊人嘛。那我可以骄傲一下了。非常可以。你看，肿瘤都输给老子了。我是说，输给我了。快上去跟爸妈说一声，让他们安心。后续我会调整治疗方案的，不过还需要几个疗程。谢谢林医生。嗯，那我去了。嗯，去吧。你去吃饭。嗯，吃饭去。嗯。